看一下今天苏志芬呢在大赢了十万多票的时候他的谈话。我特别满意。谢谢。请多谢，请多谢，我的官是处境很艰难的地方。离婚之下，感谢咱大家。离婚嘛，要感谢民主进步党中东部。伫去年在一时，离婚发生一件代志了后，我伫家个内底，永远尽调提名离婚，代表民主进步争取馆长连任一场的选择。总是离婚无辜负民主进步党党中央的提名。